莎莎睡了，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。有吗？我听老魏说了，张冰如从山上下来了。啊，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。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就见过了？见面可以，这么久了，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。 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。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，在家里跟他见的面。你这么做很危险，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，还带着孩子去饭店，让他回来骗我。 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要谨小慎微才行。儿女情长我能理解，但是安全第一。你有完没完了？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。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，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，要是让老魏知道了，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。 掉头回去，我忘了拿东西了。哦哦，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请您下来。 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？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，请拿下来，例行检查。请打开。 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？空箱子当然是空的。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？反正国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？你忘了几块钱？发了钱，这箱子就不够了。请您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。我这兜什么都没有，比这箱子还空呢。 有事吗？没事，没事就放行吧。好，行，老哥。
进来。赵科长，给您拿了一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哦，宫村六，正经日本刀，日本武士用的。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，我送您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，我怎么好受？别呀，我就是给您拿来的。这宝刀辟邪，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，这算我一点心意吧。您收着吧。嗯，那好吧，我给收下了。嗯，啊，对了，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，交给思想股吧。好，赵科长，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您说这多巧啊！6年前，他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，还给带到警署去了，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。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，我一看是他，马上就放行了。他说什么？他好像没认出来我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哎呀，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。那离了婚以后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，好像没以前风光了，而且人也老了不少。是啊，我们都是40好几的人了。他应该跟我是同年，只比我大一个月。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。行了，别跟我说好听的。别客气，那我回去了。啊。你快去吧。佳乔晚上不回来吗？明天回来。我那天看见他被同学欺负。没爹的孩子，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。
你着什么急嘛？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，他还在外边等着呢，就让他等一等嘛。稍等。 小佳乔跟你一样，喜欢狗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天天抱着它睡。佳乔好像有些孤僻。是啊，孩子长大了，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。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狗待在一起。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，有些爱母亲是给不了的。 别担心，你总是会这么说。可这样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这么些年，我们不都过来了吗？不是抱怨，只是说一说。 这些话我跟谁去说？你走吧。 路上小心点。你今天跑的神经了。是啊，正好赶上路岔，很危险。幸亏我提前看到了，把发报机放在座位下面。这么巧，总是碰到他。是啊，他还认识我，我没说什么。 送发报机是大事儿，一定要有计划，前面要有探路的。这不怪老魏，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，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的人多，会更安全。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他们查任何人，不能抱着侥幸心理，我们输不起。 给家乔买双鞋吧，我看他鞋的磨破了，你也该织两身衣服了。这是工作，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，不用担心。还有，我车牌换了，换成2078，以前那个别人在用，标准错了。 Thank you.
时间够长的呀。啊，说了点别的事儿。行了吧你，领带都重系了，扣子也没系好。无聊。这是非常时期，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。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，但是安全是第一的。你有完没完？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。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，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，要是老魏知道了，你们俩都得受处分。回来了，啊，你不用起来了。莎莎睡了吗？睡了。啊。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。以前我们回来，她都是迎出来，可现在不了，只是在屋里问一问。一个家里住的。谁能瞒住谁呀、啊？是，原来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他。再说莎莎也离不开他了。刘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，也不多话。换了他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是，家里人都习惯他了。按照老魏的说法，现在是1944年，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。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损失惨重，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。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，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。这场浩劫快一点结束吧。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。这是你的家，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里。你说战争结束了，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，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，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。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他，他能接受这个现实吗？我不也一样吗？对小佳乔来说，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告诉他这是他爸，他能接受吗？是，对孩子来说太残酷。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，但他们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就又不一样了。总之是个麻烦事儿，但只要人活着，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。早点睡吧。
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，什么地方？上面有头，千万不要惊动他们。明天晚上，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。我会安排好的。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，具体年龄不详。我会查清楚的。开会啊！据可靠情报，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。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地去看，是一间民房，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，他们是从奉天在那已经住了六年。女的呢叫池玉，是个不挂号的裁缝，偶尔呢做做小生意。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。你说这个人他有照顾？没有，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。但是根据情报，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那么我们的任务是，从现在开始，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，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。另外，刘奎带领一个30人的机动小组，随时待命。我们这些人呢，分4个小组，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。这间民房的两侧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沟子，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。在这间民房的对面，又征用了一间民房，啊，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，也可以作为临时之用。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，没发现吗？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，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准备吧。不坐火车去吧，火车是没有车吧。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？你说什么？只是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局门口了。每年一到年关，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。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。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，这不符合共产党。他们是爱虚晃一气，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，这个女人有点来头。现在哪来这么多女人？女人愚蠢，脑袋一根筋，容易上当。
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，对外那个黄二楼，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。家里好像有人，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。他儿子多大？多大？上国小能有多大？十来岁吧。五花鸡拿来了吗？拿过来了。拿这个有电话，和水塔得用步话机联系。多高兴啊！小，功能可全呢，能吃能住，累了还可以爬。你还懒得在这过年？不能吧。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开会，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，给他一窝端。他们什么时候开会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不掌握呀。哎，老邓，你在这盯会儿，我上其他点看一看，借你车用一下。石大姐，那个电话你要守住，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。另外，你主要留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。各小组注意，目标出来。
谁呀？你找谁？警察，例行公事。你要干什么？进你房间用一下。好吧，进来吧。打扰了。 警察厅的任长主任警官，他认识孙月见。 我告诉他孙月见是我表姐，他还记得他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多保重。警察来的事儿，不要对任何人说，省得给你们添麻烦。 高厅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着鱼上钩了。刚才他出去倒了一趟垃圾，哦，都很正常是吧？哼，啊。
佳乔，魏叔叔，叔叔来接你，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。那我得跟老师请假。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。一会儿呢，去坐叔叔的大汽车，然后呢，再带你去吃饺子，好不好？佳乔，书包这么重就不要背了，放在车里吧。佳乔，慢点吃。叔叔，都吃完了。好，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。你现在要回家了，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。从这儿回家，你能找到吗？能。记住，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说，只能对妈妈说。你见到妈妈就说，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那你再说一遍。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。真乖，千万别忘了。俺儿子回来了。
孩子回来了，他们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了，那就是明天晚上。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。你认为白天不可能，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。今天不是周末，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见着谁了？魏叔叔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。哦，知道了。饿了吧？先吃点干粮吧。先给家多吃吧。这年头人都饿死了，还给狗吃干粮，这不是造孽吗？你的书包呢？我检查一下你的作业。你已经被监视，老五已受到怀疑。明天我把孩子接走，你伺机脱身。他要你把狗处理好。另外，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。在这种环境里吃，好像格外香似的。没事没事，一会儿咱们收拾。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，昨晚上没睡好。一会儿吃完饭。你到里屋倒一会儿，今晚准备熬夜，你先盯一会儿啊。嗯，好了。哥，不吃，我给你靠一会儿。
这个树皮旧了，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。嗯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没什么，你骗我，我知道。 乔，有些话，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不管有谁问你什么，你都要说不知道。你不要怕，要像个男子汉。明天到了学校。 可能会有人来接你，只要他提魏叔叔，你就一定要跟他走。去哪儿？妈妈也不知道，你跟着他走就是。是又要搬家了吗？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。你长大了。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你不能哭，你要是哭了，让别人看出来，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妈，我不哭。妈，给你炒个鸡蛋。 一会儿跟妈一块吃饭。嗯。妈，沙多怎么办呢？你别管了，妈走的时候带他走。那不能把他丢下不管。你放心，妈妈答应你的，一定会做到。 孙月剑暴露了，现在周姨正奉命监视他，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，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。周姨的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剑明天接替我身，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。 为什么等到明天？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在后天之前，他们不会动手。他是怎么暴露的？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，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，一切还都不清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 一切往坏了打算，也准备随时转移。明白。周毅呢？唉，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。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，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。还有一件麻烦事儿，有一个叫任警官的，他认识孙月剑。
我想起来了，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，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。还好，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，在警察厅里坐镇。现在，办法只有一个。可是，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也许他见到孙姐，不会认出来了。不，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，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。没别的办法了吗？没有。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，进都进不去，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。是啊，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。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，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，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？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这样，你把他给约出来，让我认清这个人，然后你就走，剩下的事我来做。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一旦认出孙叶剑，周乙就完了。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嫂子。啊，我值班呢。不用，您就直接进来吧，我跟门卫说一声。哦，那行那行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好好啊。嫂子，哎，周乙一天没回来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啊，科长执行任务去了，可能是不方便联系。这个，我给他带的衣服里面有换洗的毛衣内衣，你帮我交给他。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，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，都没拿回来。啊，行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。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有点担心。啊，嫂子，您别担心。外边这么冷，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。不冷，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。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，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。哦，也是，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就是这个人。我在前面等你。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，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。哎呦，我今天晚上值班，明天一早就回家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，然后给他留个条。行，那谢谢你了。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，帽子都没戴，赶紧回去吧。嫂子，您别客气，你也快回家吧。喂。干嘛呢？大包小裹的。啊，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。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？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？我是在提醒你啊，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可别胡思乱想啊。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。记住了。我再派两个人给你，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明白？明白。
他今天值班，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。好，早上最安全。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，车牌号是2075。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，就太好了。应该是在傅家店，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。千万不能失手。放心吧，我们就是死，也会把他干掉的。九点了，我看今晚要泡汤了。他还没熄灯。也许你说对了，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，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。妈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知了鸟。妈，我想和你一屋睡。来吧。哎呀，睡得够早的了啊！我看这样吧，留下一个人值班，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。是。哎，你要不怕打呼噜，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挤。我倒不怕，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。你还有这毛病？爱翻身，心眼儿多。各小组注意，留一个人继续监视，其他人原地休息。
一会儿回家吧，回不了，后会有期。我这副队长得值班，我现在是睡都得睡，值班是哪哪朋友？一会儿把你吃药去。哎呀，吃了，休息了，去大门去，你上班。 跟平常一样。啊，你被沙毒了。胡说，哪有上学带着狗的？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？他一定也有等你上完了学。
啊，我不去了。去上学。快去！我在逃学。二儿子出来了。小子好像是挨揍了。挨揍了。派人跟着他，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。三总，派两个人跟着小孩，路上有人跟他接触。待会儿就让你审他。Thank you.
具体情况不要惊动。要不要进去？先不急。 啊，来了。